能给我指条明路吗？紫云派领行客人段离，冤家路窄，又见面了。这样盯着人家，没啊，看得依依心里毛毛的。我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别人搭队了。别上来就抬举自己啊，要不是看在那只鹰的面子上，依依还不乐意拉你入伙呢。依依，同人说话要客气一点。罢了，吵吵闹闹，要是碰到什么危险，我可顾不上你。我看人姑娘时时外冷内热呢，别乱骂人。债主当真要一路同行？我李广一族守护这个秘密已久，如今化荒之风能吹过三荒名园，我便想四处看看。看来债主无意参与这轮回内的纷争，只怕是轮回中人避无可避。况且你们不就是秘密本身吗？我自然也要尽到一份责任。债主于我们而言亦是传说与秘密本身。